je me dirigerai dans ton lit.这刘海怎么回事？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去收拾一下，很快的。超管不让露腰了，所以我今天穿的是裙子。也不小心提到了一个东西，也不小心提到了一个东西。啊，吓醒了吗？那就不要睡了。正好我也不想你们睡觉。以前是想帮助大家好好的睡觉，现在你们睡不着的话，我就很开心。是略略略吧。好，你们边融会脚边略略略啊。睡不着就最好了。干脆不要睡了，陪陪我吧。
すぎだよ。記得再说一句哦。我在啊，我在，好像要下播了。放着吧，这个录播挺危险的，我就放了差不多两点，我要下播了，宝贝们，我们今天晚上见啊，亲爱的，都是晚上，我想看看，到时候晚上见，好不好？